Hello， 这边是。刚刚小心啊！我知道，拍老婆啊，弄额头啊。这边是那个。弄得好的多啊！干嘛？这边在哪边？这边是全家的城隍庙旁边的一家店。这边你看，不错，环境还不错啦，蛮那个的。好像都没有提供吸管。所以现在都没有提供吸管，所以这样喝。等一下去隔壁的龙和广东桌吃东西，我会拍给大家看。到下午2点，然后我老婆上厕所。OK， 等一下就这样拍了。你看看，这边在还有公仔，放大一点大家看。最近我们那，公仔，你看公仔，可爱啊。这边布置都这样的，你收看，很特别。怎样 ？OK 啊。这边很多人了，就不拍了。OK， 那影片就结束了，希望你喜欢订阅哦，拜拜，再见。OK， 拜拜，再见。